第十一课，他比我大三岁。Lesson 11. He is 3 years older than me. 课文一，在歌厅。Text 1. In a karaoke bar. 王芳，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是不是男朋友？不是不是，我同学介绍的，昨天第一次见。课文二，在宿舍。Text 2, in the dorm. 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？是，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。你哥哥多大？25岁，他比我大3岁。课文三，在商店。Text 3, at a store. 今天的西瓜怎么卖？3.5块一斤。比昨天便宜。是，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。您来点吧。课文四，在学校。Text 4. In the school. 前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。你可能不认识他。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？是去年来的。他姓王，28岁。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。